Hello， 大家好。新歌啱啱派上台，呢只歌叫做Allegro Opus 3.3 AM。咁 Allegro 咁就係Allegro 咧就係解歡樂的快板，咁即係開心快板。咁我呢只新歌其實其實都係係呢個感覺嘅。咁 Opus OPUS 咧，或者簡稱係 OP 一點啦，就係以前啲作曲家或者音樂出版商咧，就即係代表係作品編號咁意思，即係 version 或者咩 piece 個作品編號啦，解釋。咁個編號今次咧就係3.3 AM。咁點解3.3 AM 咧？就因為三其實就是第三稿嚟嘅，今次揾咗小黑填呢份詞。小黑不嬲，我知道就係佢畫畫畫得好叻嘅，因為 K 歌之王嗰個封面嗰啲鉛筆嗰啲畫都係佢畫嘅。咁佢亦都喺雜誌後邊又畫嗰啲熊貓，係講好地道香港人嘅一啲戰戰地嘅嘢，幾得意嘅。咁Opus 3.3 AM， 咁再解釋埋啦。Opus 就是作品的編號，亦都解釋翻咧，個係拉丁漫畫嚟嘅 Opus 咁嘅後邊，如果個 number 越細嘅話咧，就代表嗰個作曲家個作品越早期。咁佢咪有佢已經幾啱，即係我後面知道原來佢幫張繼聰寫過啦，亦都幫阿 Jam 寫過啦。咁我係佢應該第三個 publish 嘅作品，咁咁啱有三。如果我冇錯嘅話，可能有漏洞。咁我自己即係對我自己。有咁嘅意思噶啦，其實要咁啊，佢第三個人嘅作品，亦都係第三個 version， 你可以3.3嚟咁解，亦都可以解呢份歌詞嘅第三稿嘅第三次嘅修改，即係好似嗰啲 software update 咁樣，即係1.1.4、1.1.6、1.1.7咁一路，即係嗰啲啊，即係一個進展。AM 就代表佢係啱啱喺凌晨時候完成嘅呢個作品。其實某程度上呢個歌係一個致敬嘅層面，就係致敬呢一班。好曾經即係喺樂壇貢獻好大嘅一班前輩，填詞人，尤其是點樣可以寫到咁勁嘅一啲流行曲出嚟，咁影響咁深遠嘅流行曲，暫時講分享住咁多先啦，多謝你哋。